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天地劫手游台服的官方在今天12月1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公告了杰森资料片。好，那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鹦鹉血以及诸葛艾。好，那另外的其他的优化，是那个三个字的动画加速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在陆服的时候已经有做完了，就是这个加速已经加速很久。那另外一个加速是在战斗中的加速，它有两倍、三倍。那看起来是台服还没有加上去的样子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七月流火第二季终于要开启了，然后跟主线剧情陆明画荒篇哈。好，然后跟修正一些禁用字的部分哈。好，那主线的话就是画完篇嘛。那画完篇我记得有三章啦，有三章，没记错的话。好，那先令召唤剑胆琴心，那就是诸葛艾以及鹦鹉血。那大师你今天已经上传了诸葛艾的这个招式演武的影片齁。那关于鹦鹉血技能介绍跟诸葛艾技能介绍呢，大概这几天会上传一下，顺便教大家怎么点鹦鹉血跟诸葛艾的技能以及它的用法等等。好，那这边的技能介绍呢，就不多提了哈，大家可以上这个天地劫官方这边稍微自己先看一下。那最重要的鹦鹉血就是它的天赋有仙功哈，你如果是六星的情况之下呢，鹦鹉血的仙功就是无限次，每一个回合就无限次。OK， 那诸葛艾的天赋主要就是增加一个每携带一个增益的状态。那伤害就会提高 5%， 那最多六星的情况下最多就是 20%， 也就是说你有4个 buff 的话就是最多增加 20% 了，不要小看这个齁。 OK， 好，那再来就是诸葛艾还有一个传送技能齁，神阙传佑。好，这边先简单介绍这样子就好了齁。然后再来就是鹦鹉血有一个战阵齁。好，再来是现实活动光风霁月。那光风霁月的话是，我看一下，诸葛艾的踏歌行以及鹦鹉血的三合翼。好，那通关文牒第四期哈 ，OK， 那就是一样，看各位要不要加啦。然后这边的通常是通关文牒，我基本上是不会去处了。对，好，再来流火，然后刚才讲过超值礼包 ，OK， 神阙送艾迪，然后。这个是490块十字印十颗、好像可以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490块十字印十颗 OK， 这看起来是可以的。银华这是银吗？银华魂光盒 OK， 十字印三个490块。鹦鹉血50阶直升，如果大家是懒的人你就是直接买啦，不用想太多，因为我已经懒的话就是直接买，但是我就觉得慢慢练啊。对对对，好，今天的情报就这样子啊，最主要是鹦鹉血卡池开启，那看起来仙剑的联动呢，应该就是1月了。好了，那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